去考的小学的老师，他就说哇好酷哦，你是黑暗荣耀宋慧乔吗？我就说人家是为了要复仇，不是，我是为了要让自己有更多的改变跟也许进步学习，没有复仇啦，大家不用担心，我会好好善待孩子。你们两个算是谁先对这件事软化下来？对，或是谈坐下来谈。应该说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要先把生活里该做的事情，所有的事情都做好。就是，其实我觉得当自己这么想的时候，就比较不会在于说到底是谁先开始做些什么改变或调整，或说些什么、谈些什么，而是我自己就告诉自己，我要好好的啊，我要让孩子看到我是觉得，哦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就是要把生活过出改变的样子。觉得小兵他现在有改变吗？这个我不知道，这个我要问他，因为有没有改变，就像我很清楚知道我的想法、我的心态改变，或是怎么转化，可是我没有办法代替别人任何一个人回答他的心理状况。我只能说，我觉得现在生活就是还蛮。该有的自在就是蛮，就是有的，大家都有在扮演各自应该做的角色。很多人都会犯错，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可以怎么样去评价一个对跟不对。他还是有照顾家里，然后该有的一些开支都还是有，都给彼此一些时间空间。所以。他是没有卖保险给我的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开始在做这个，应该是没有。这几个月下来，我觉得我是想把自己先做，我是想把自己的命过。能量这个定义非常的，但很太单纯了，就是或是你的能量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表现，这个东西我觉得。不想去执着这个部分，我只想要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。那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就是有时候的问题，不是只有那一方面。就是我觉得，可能因为他是公众人物，所以他被当作有一点就是拔剑拔，然后但其实我必须要说，大家很冷静的来分析，理性思考一下，这东西绝对不会是简单上面的。我觉得不应该只检讨一个人，所以你可能听起来你不会想特别去找到那个人的问题，因为基本上没有人这个人他是不重要的，因为他是不重要的。那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小兵说，在镜头面前？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没有办法克服，只要你自己跟自己有一个，不需要告诉别人，但是自己跟自己有一个很真实的对话。希望一切都会好。香海，听说你摇身成老师了。是一个蛮意外，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生解锁。就是我那时候是想说，该做些什么事情，然后可以就是一边陪伴孩子，然后又可以自己充实自己，或者是开拓更多的可能性。所以我就去考了小学的老师，他就说哇好酷哦，你是黑暗荣耀的那个吗？宋慧乔吗？我就说人家是为了要复仇，不是，我是为了要让自己有更多的改变跟也许进步学习这样子。我没有复仇啦，大家不用担心，我会好好善待孩子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
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